遇到缘，他就现万法。这个缘是什么呢？一念动，我们现在讲波动啊，极其微细的这一念波动。这个波动没有因的，从这个波动之后就有因，就有果。只有第一个，所以叫无始无明。啊，这个东西没有因。啊，你要去追究它的因的话的时候，你就起了分别，起了执着。啊，那你娃，你就是越迷越深了，那就错了。它第一个动没有因，所以佛讲得很好。啊，为什么没有因呢？无始没有开始嘛。无时当然它就没有灭嘛，有时就有终嘛，它没有时嘛，啊，所以这一句话的时候已经把意思说破了，没有时你就别问了，你就别去想它了，是不可思议，你一想，啊，一说就错了，不知道错哪里去了，啊，这话说的真好。啊，这是言语的善巧。起心论上讲呢，本觉本有啊，不觉本无啊。啊，不觉是阿赖耶，是妄心。不觉本无，本觉本有。啊，觉心就是菩提心。啊，觉心。具足无量的断能，无量的相好，所以能生万法啊！遇到缘，它就现万法。这个缘是什么呢？一念动，我们现在讲波动啊，极其微细的这一念波动，这个波动没有因的。从这个波动之后就有因就有果，只有第一个，所以叫无始无明啊，这个东西没有因啊，你要去追究它的因的话的时候，你就起了分别，起了执着啊，那你娃，你就是越迷越深了，那就错了，它第一个动没有因，所以佛讲得很好啊，为什么没有因呢？无始没有开始嘛，啊，无始当然它就没有灭嘛，有始就有终嘛，它没有始嘛，啊，所以这一句话的时候已经把意思说破了，没有始你就别问了，你就别去想它了，是不可思议，你一想，啊，一说就错了，不知道错哪里去了，啊，这话说的真好啊，啊，这是言语的善巧，啊，能报偿的本来报偿的。就是能大师第三句话里面所说的啊，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啊，就这个意思啊，他这里说一切诸佛功德法啊，就是华严经里面讲的智慧德相啊，我们在这个经题里面，智慧是大乘，德是无量寿，相是庄严，全在经题上。经题上啊，那极乐世界所现的呢，若修正出现，
则为一切道师。阿弥陀佛修真出现了。我们看他五戒的修行，他修成了，极乐世界出现了。极乐世界还是从心想生的，真有啊，不是假的。偶益大师他有一个外号叫西游道人，西是西方，意思是西方真有啊。他给大家做证明，西方真有，叫西游道人。阿弥陀佛修真出现了，出现西方极乐世界了，他就成为一切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大众的导师了。导师就是佛，指导大众修行正果。在极乐世界修行还是一级一级向上提升。可是它速度快。不像在他方世界修行的时间很长。为什么？障缘太多了。障碍太多了，修行的环境不好，寿命短促，还没有成功，寿命到了，再转世再来，至少要耽误十几年、二十年的时间，这个耽误就是退转，就大幅度的退转，西方极乐世界人没有生死啊。无量寿而且他的时间可以说分分秒秒他都不浪费，都不空过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他念念都在进步。这种环境，修学环境到哪里去找啊？十方佛刹里头没有啊！若归本，这是密言土。什么叫密？不是秘密秘密不可告人，那不见得是好事。佛法的秘是讲深秘，理太深了理跟事都非常深妙言是庄严呐。这个密语是西方极乐世界华藏世界光说一切诸佛的十报庄严土都是密言土鉴别他跟十法界不一样
啊，设法界的土没有它那样坚固啊。它永远没有灾变，啊，那它是怎么成就的？我们要记住，菩提心成就的，啊，那我们再把这话重复说一遍，大家就印象深刻了。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你能把这十个字都做到了，那你就修真出现一些老道士，你就见到阿弥陀佛了。为什么？你自己是阿弥陀佛，你就见到极乐世界了。弥延图就是极乐世界啊，身金刚不坏身呐，正宝啊，图是医宝啊。啊，无比的庄严！啊，西方极乐世界讲七宝成就的，七不是数字，代表圆满。啊，七怎么说呢？东南西北上下中，是这个意思，圆满的意思。啊，换一句话说，无量无边珍宝所成。啊，那什么？坚定的信心成就的。我们这个世间众生迷失了自信啊！现在众生心什么心最重呢？疑心最重，所以全都松散掉了。麻烦就来了。对什么都怀疑，这个事情是真麻烦，不是假麻烦。嗯，什么都怀疑，这个最严重的是对于圣教的怀疑。对祖宗的教诲的怀疑，这是中国谚语所谓的“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祖宗爱护后人呢，不骗你；佛菩萨爱护众生呢，也不会欺骗你。那你不相信，你就没有福报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